后面小丸子。What's up, guys？ 今天是回 Atlanta 的倒数第二天，所以明天早上就会回去。现在大概是十点半，然后我们先出来吃点饭，过后准备去 Brooklyn Bridge Park。Yes。你这是笨啊！尴尬。我们现在来到了Brooklyn Bridge Park， 然后但我没看到 Brooklyn Bridge 啊。哎，当然了，在那里，在那里，笨的要死，看到没有？没。哦，过。过带你们去看一下，然后这个就是他们的，这是河吧还是海啊？河吧，海呀、啊。哦，海啊。然后那里是那个东西，就是自由女神像。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，我也可以啊。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桥的布鲁克林桥的那个就是入口，然后准备直接横跨这座桥。哪里啊？这是一个 shopping mall。尹浩明同事说，他又莫名其妙来到了他喜欢的拍照的地方。了解吧？现在我们在这里，这两个人又在研究拍照。哎呦 ，very good， very good， very good， yeah。快到了。Bobby 准备再去买夜宵，但是我们没有雨伞，然后只有手小车的 ID。 我们回来了，现在是25号，然后中午1点钟，然后我们已经在 JFK 准备下午3点钟的飞机飞回 Atlanta。 就我也我很罕见的点了一个沙拉，终于回来了。要是你现在还在看的话，你肯定是我们忠实粉丝。因为今天实在是不能够面对学校的晚餐，然后就决定在外面再带回来一顿晚饭吃，然后明天开始重新面对 Oxford 的生活。然后 That's it for our Thanksgiving break. Life is fantastic. De bisous.带走我的心跳，你的温柔如此靠近，带走我的心跳。你抓时光早已开始，能不能给你一秒，等着那一天你也想起那悬在记忆中的美好。Bobby， 你干嘛？就让我轻轻亲吻你的脸颊，让我的眼睛观察你的变化，注意我想你的尖叫，怎么还没收到我身体的摩斯编码？
请别再看手机，看手机，窗户在意哦，你的余光飘向你的去向，飘向你，看着时间坐下过三分钟，灯在发亮，没熄灭。哇，宝哥很厉害哦！突然发现光都变成尖的，一定是十米外的你开始对我想念了 ，baby baby。哎，宝宝也逼。就算是暴风来袭，喜欢在雨季半夜，我也会嘻嘻哈哈，闭不上嘴，在叽叽喳喳，就像个定时炸弹。但是 bling bling bling， 做我的图巴克，说情真图巴克，到罗兰路不止八英里，打心里那哇，如天龙 flow 踏平米 ，nobody stopping me， 靠平米 ，all you want， all you want， 把我的兵，山肉变身，不会再让布勒的勒布朗炸掉这主场 ，yeah， 哎呦，哎呦，pass pass pass。